新年春酒去哪吃？出来啊！超可爱的龙年流沙包，阿霞经典甜汤，丰盛的米其林泰国料理，厚的金币拢来啦！泰咖好爱嘿美森，首先带你们到 Nara 泰式料理哦，他们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泰国餐厅哦。我想今年的春酒就来点不同的风味，如何啊？这一整桌将近20道菜，这个真的超厚的，好嫩哦，里面可以吃到完整的虾子。是不是要说个吉祥话？金币拢来啦！这道黄咖喱软壳蟹是梅森的最爱哦，超级无敌香浓。黄金软壳蟹拢来，你什么都要拢来，这个分量。柠檬鱼和椰丝香鱿鱼开胃刷嘴，祝各位鱼要龙门。椰奶鸡汤和冬阴海鲜汤，还有超多经典的泰国料理甜点，这一桌直接给好给满。再来带你们到台南最经典的阿霞饭店，台菜料理结合新创意，尤其是这个龙年必吃的龙啊，不是龙沙包，流沙包啦，龙爪出来啊嘛，龙头造型超级无敌讨喜，内馅浓郁，绝对要吃啊！花菇干贝猪肚汤，蟹肉手剥虾根，让我整个暖心又暖胃。招牌的红鲟米糕，浓哦，最台的料理。超级无敌肥美，最后再用丰盛的甜汤收尾。阿霞端出的是最经典的台式美味 ，Nara 让你享受在异国风味中。留言告诉我你想吃哪一家吧。